进入小黑的身体之后，发现整只都变黑了。哎、欸，有很开心吗？所以是腹黑喽，真的、啊、超黑。有开心吗？猥亵？哎、欸，真的不是透明的耶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知道你的头不是透明的、啊，它里面是黑的，就不是黑。是好凶哦！我只是说不是的。Jumbo 的身体没有，看一下。算了，我不想用黑 chat。黑 chat。那念黑 chat 啊，都一样啦。那个是 text chat。来跟我念一遍 text chat。text chat。不要闪光啦，没有啦。来，那待会就是我们先准备一下，准备完之后我们就玩大富翁了。所以 PE 我们那个钱是要自己去丢给对方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比如说罚多少钱这样子。那罚多少钱的话，上面会有写可以看吗？你要看板子，要看板子是不是？对对对。P 最多是五个人玩，对不对？一个当银行，四个人玩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好，那你们去玩。不是五个人玩吗？啊？为什么？我在旁边看就好了。可是他有五个、欸，看你们怎么洗的就好了耶。为什么？可是他不是有五个吗？我们可以组队啊，就五个人啊，很多哎、欸。对，一个颜色两个人玩、啊。对啊，不要。现在设定是一个人呐、啊。对啊。不是一个颜色两个人玩，然后我们就是大家分钱这样子。比如说一个人去当那个什么包叔公包叔。我一定常常甩到那块地，然后去让那个跟我另外一个人，然后让他把他钱缴光，我们就一起输耶。何苦呢？耶。刚刚发现了一个问题。嗯。就是红色跟蓝色跟绿色有那个弄错，对啊，要等我回来才能修。这个啊，你看像这个我放蓝色就不能用啊。你放绿色会显示你的名字。对啊，你把它弄错了吼。对对对，这边我弄错了。所以蓝色跟绿色要稍微对调一下。有人跟我说，中和要进监牢，不然很快就破产。听你在讲。网装好脏哦。我听你在讲。网装在干嘛？他还准备埋入我的身体里。可是你的身体是黑的啊，他埋入进去也还是黑的、啊。为什么大家那么想要埋入我的身体？那我先出门哦。啊，路上小心，因为你偶啊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然后就关台了。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喂，啊，哎，我可以拿钱打你的脸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拿1000块打我啊，我很开心。好，拿1000块打你。我有1000块，1000块能干嘛、啊？在这世界1000块不能干嘛？可以当缴过路费啦。那我要去酒店。没有酒店？请问这是酒店吗？哎、欸，可是他给我红色旗，他给我这个旗子是拿来干嘛的、啊？反走过并留下痕迹吗？应该就是你现在的位置吧？可是为什么要给那么多？哇！没有就给一颗啊，然后你要给那个人钱、啊。可是他给我64颗哎。那应该是大叔设定的问题吧？等一下，这样吗？那个就是说，我现在踩到的位置是不是？看着小地图，有一堆虫虫在那边跑来跑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放这个的话，代表这块地是你的，不然会忘记。可是这边就有啦，这边就有啦。可是就是有人会偷改啊。谁会偷改啊？不然你放这样，不然他给我们干嘛？不然就是要去跟人家收费的时候，要先放在自己的这块地，然后去跟人家收费回来，不要忘记自己这块地。对啊，是这样子没错。而且小地图上会显示啊，你放羊毛，小地图会显示。那就是放多一点啊。小地图上面有一颗蓝的。到时候你自己会忘记自己在哪里吧？我会。应该会哦。我会，因为这地图好大。没有啊，就是你如果说你移动的时候，你不是忘记你自己走哪里？对啊。还是一路走一路丢。你好像大便哦！你看一路走一路丢，你看像不像便便？讲那个青鸟是不是？对，你看一路走一路丢，你看像不像便便那样，一坨这样。说老皮快回粉丝的话，哎、欸，你真的是很着急。我每次看开台就看到你这个 ID 在那边，就是要么都是在老皮都不回我，老皮都不理我，老皮都不加我好友。Yeah, 我真的会回，但是又不是现在。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真的是需要问什么样的问题，你就直接到我的 FB 发我。那如果说该是跟游戏有相关的，那我当然就直接在游戏后台回啦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你在那边，我都注意你很久了啊，
是很记仇哦。感觉跟那个六串仇很，我常了记仇。我要先跟我的观众打声招呼，嗨，大家晚安。嘿，大家早安。大家晚安，我是午安。好哎。大家早安。我知道啦，你说那个 YouTube 开实况，我有去看了吗？你们刚才讨论的时候，我都一直挂着啊。我刚才去看过，他现在就不是说他现在七点去吃饭，对不对？我刚才没有看，我刚才也有看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七点去吃饭啊，我刚才就有看了。你在那边洗，你已经洗三次了啊。然后我自己在发呆。我又不是没眼睛没看到，只是因为我在听一下他们讲话，看他们到底准备成怎么样，待会怎么玩。然后你们在那边洗，然后一直要我回你，我又不是不想回，好吗？没有，没有生气啊，开开玩笑。只是就是很像机器宕机那种感觉，就是。老皮，这个问题赶快回我。老皮，这个问题赶快回我。老皮，这个你现在是这个城市语言鬼打墙吗？耶，好有钱哦！对啊，你可能这个算血的时候出现了 bug， 这样。我都把2000块领光光。那领不光吗？啊，真的吗？那是真诚。这钱怎么存啊？这钱可以存吗？不，有哎、欸，有只有换钞机不能存吧？是不能存吧？还是有银行，银行可以存。银行不是玩家当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是玩家。银行就是在天上的那个啊，就在发呆的那个。用钱砸你啊！没有哎、欸，这边只有换钞机耶。5000元给你啊！我哎，等下这换钞机啊！等一下，我有个问题，这换钞机是小换大还是大换小？你第一格，你把钱放在第一格，它就是会换零。喂，等一下，换钞机去哪里换？哪里、啊？就是这个，你把钱放在最后一格，它就是换零钱给你，然后放在第，哎、欸，啊？哎、欸、等一下，我有点忘了，我要去实际测验一下。好像不能用哎、欸。有一个漏斗换大钞换零钱，啊、哦，这里看到，有看到。你这边要排队吗？对，换大钞。哎、欸，有人插队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个变场。哎、欸，前面那个很慢嘞、欸，换快点好不好？我带5000块。耶！哎，真的会变呢、欸，哦，好有趣哦。前面那个快点，你到底是要领多少钱啦？等一下，我的5000块呢？等一下，明明换超级有很多地方都有，你们为什么都要挤在这边啊？那你5000块都有什么？对啊，快砍！台湾人都要挤一窝蜂嘛。对啊，华人不就挤一窝蜂吗？哎、欸，怎么用啊？大叔，你不是很夯的冰淇淋？就是你们点一下漏斗，啊、你们点一下漏斗，懂不懂吗？点漏斗，它上面有写换大钞跟换零钱那个，就把要对、那個。做500块换不了100块的啊。哎、欸，我不能换零钱呢、欸，为什么？你要放一张。对啊，我放一张、啊。用右键点换零钱那边，我可以换、欸。哎、欸、我不行换哎、欸。我两个不能换，100变成1000啊。哎、欸、你。卡住我，你又要插队呀、啊？就是啊，2张500换1000，然后、欸、有啊，500就变了。为什么没有啊？是因为我是创造模式吗？有1000块就是创造啊，可以好不好？我就不行啊，明明就是才丢一张1000块，当然不行换啊。你1000块要放在换零钱那一个，要换5000块，你要丢5张1000块才变1张5000块的啊。啊这是数学不好吗？不是，等一下，小恩想要当诈骗集团是不是啊？我1000块跟你换5000块，我零钱，我没有看清楚啦。你是诈骗集团吗？我没看清楚。各本啊，怎么会这样啊，小恩？小恩会不会玩到最后身上有10几万呢、啊？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换不了？等一下，这不是钱啊？有啊，我也有看聊天室啊。夹头发，要跟观众讲一下游戏规则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这边有人在装饰入口？规则是什么？游戏规则就是，好，我讲。好穷酸的房子哦。就是你，就是里面有选择队伍，然后就是每个人选择一个颜色，然后就去踩那个压力板，然后踩完压力板之后右边的那个顺序就会出现你队伍的名字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先从第一个 Go 开始这边。Go 吗？对，然后就按这个按钮，按了之后它就会显示说你指出多少点，然后你就走到这个。比如说我到了第一格之后，然后我就看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东西可以买耶。然后呢，要先买过路啊？不行，不是，先买过路费，先买多少？
先买过路费。不是因为 P 说第一轮不能买房子，就完全不能做任何事情。啊对啊。对，然后就是反正就是你要买的时候，你就先要先买地。像这个是格丁尼亚，然后600块，你就付600块。所以要先买地之后才可以盖房子嘛。对。然后你每次经过一次，然后盖一栋房子就是100块。然后如果你盖房子的时候，你手上有这个按钮，然后你先买地的时候要先把按钮放在你那个颜色的羊毛上面。比如说我是红色，我就先放红色的按钮在这边，就说这是我的地。然后如果你又踩到了同一块地的时候，你要盖一栋房子，你就要给银行100块。然后这是第一栋房子，然后你给银行100块的时候，然后你就把按钮放在这边，然后它房子就出来了。然后你又踩到第二次的时候，你再给银行100块，然后你就再来，然后他就一直往上再加，然后再往，我家变漂亮了，然后有老皮就出不来了。哇！你出得来吗？这是饭店，可以啊，里面放按钮就好了。对啊，最后面是饭店。不是你要放那么多按钮，你这样不是放一个按钮就好了吗？没有，就嫉妒啊，反正你身上有64个按钮又没差。也是啦，而且。听说是用创造模式玩啊，不是吧？不是吗？你用什么模式玩？创造模式吗？用创造吗？我记得好像是创造模式哎、欸。对，用创造模式啊。哦，没错。有人说好酷啊，有人说好想打小 M。我看到了。嗯所以到时候要买东西的时候，银行就是这个人，请记得大家找他。打火机机会忍者吗？对，就找这个忍者。这个是那个吧？妖精发的吗？对啊，妖精有发。对啊，然后他就瞬移到你旁边。啊，是瞬移哦，我可以用飞的吗？然后我把你杀。我会飞，我会飞，我乱讲的。我会飞，我会飞。哦。来来，我要存钱，然后我就要存钱。可以存。把屁股翘过来。来。投币式的。钱塞进去里面就可以了，像这样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像这样。哦奇怪，怎么都没事啊？打赏啊！谢谢小二打赏。来来来，怎么一场有点像乞丐啊？我一洗如平啊！打赏。那大概是这样的吧。OK， 那我们为什么等一下？为什么吉米你要丢钻石砖？他是比较高级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一下去按 reset。对，我们要按重置按钮。重置按钮，这个重置了，然后呢？等一下，为什么你们身上还有颜色啊？我还有钱呢、欸。哦，老皮是黄的，哎、欸，你们赶快去啊！赶快我要选蓝色，该选吧。我红色，你比下啊。啊，泳装就绿色哈，好多钱哦。啊，泳装就绿色哈，等一下泳装你身上有钱，那你就第一轮先过去啊，我跟吉米在后面看。哦欸、没有，我没有要玩，我等一下9点要走了。那，就换吉米，吉米去玩，吉米去玩。我没有装材质包哎、啊，去玩。没有材质包没差。没差吗？那钱是哪一个？哎、欸，现在它黄色。啊、上面不是有那钞票吗？我没有装材质包，算你玩，因为他这样他看不出哪个是钱啊。那你有装吗？有啊。很多我身上钱好，可是我身上钱好多。没问题，你踩绿色，他就不用了。丢丢啊！我踩绿色，哎、欸，刚好跟你的颜色衣服一样。啊、你想被苦力怕炸吗？我们都一样，我是3、4、4个。好，那谁先？我要当三顺序是月英先，再来是小 N， 再来是我，再来是对对对对，就是、啊、我要当莎拉公主。等一等一天，哪一边？等一下，他这边要怎么甩啊？这边按这个钮，对，随便按都可以。你别按了这个红色，不是红色那个，不是红色那个，哪一个？那个白色，这个白色，这个白的，这个。作弊！哎，等一下，请按4。一，我可以飞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的。好可怕哦！一个人走就三个人跟踪哎。4个是这个吧？是国税局，那他被抽税吗？对，他要被抽税。好，他把钱给那个500，你要这边缴，这边，然后你缴了之后，你要记得拿收据哦。还有收据？对，他有收据。
还有收据，有收据啊，要对发票、啊。他不找零哦，有了，你有拿到收据吗？要向你的对手，对，收据是收据是雪球，对，收据是雪球啊，换人啦，又发现你的分，耶、yeah ，换你，那这红色羊，我要抽一个大一点的点数，哇。哇，好大！如果你要去看别人干嘛的话，就先标记在这里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。他买人生第一栋房子了？没有。第一区不能买。哦，第一区不能买啊？那换我，换我了。就像小安这样子标在这里啊。摇一摇，耶！这样我地图就可以看得到你们在哪里了。1、2、3，这里。哎、欸，老皮换你了。好。好24点，为什么24点？不是这样子好不好？屁呀、啊！哪来24点？我现在是才要这点，是不是？那我按它吗？要去按那个惊叹号，你对下面按钮，对对对，按一下罚款。哈哈哈哈哈！罚款，好，罚款，罚款，那你就3000，好贵哦。你要给银行3000，你要给2000。我怎么觉得我银行也没什么钱啊？你好衰哦！你用创造模式好不好？对啊，你了，愿意换你，再摇一摇。你要记得把羊毛带走哦。摇一摇，舔一舔再泡泡。哦，有破坏地图。哎呀！六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你决定吗？没有没有，哎、欸，应该没有吧？没有没有，这个不是，这只踩到而已。那个没事没事，不要吓我，换我换我。然后讲在哪？哎，不起来，1、2、3，这里。一轮不能。那换我。好，欢迎大姐哈。6、1，跑那么远。3、4、5，老皮最慢。我跟小燕一起。耶。好，换我啦，换我啦。5点啊，1、2、3、4。哎、欸，不要又来了吧！八块，按按按下去。哦哟，直接去终点前面那一格就好啊，超好的，是吗？等一下我再，现在这样子，对，就可以拿2000块哎、欸。那我们朝这边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朝那边拿、啊。你就可以拿2000块啦。啊，他有、哦。等一下，2000块是要过路才有吧？你应该是前一格吧？对啊，你要去前一格，你要去前一格吧？对，你要去前一格。2000块先丢掉。啊，我走。啊，乱走，哈哈哈。为什么？啊，愿意换。好。这天无绝路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倒闭的那个。它的按钮好像是在这边，它按钮在这边。对对对，在那边，这边在这边，我这边，我这边啊，都可以啊。哎哎哎哎，哎、欸，按钮怎么不见了？我帮你放。在这边。不要一个方块放这么多按钮。在哪里呀、啊？不要傻掉，怎么就掉了？好啦，哎、欸，怎么又？没有，它按钮要放上面。放上面才比较好。放了，我放了。哪里呀、啊？对啊，你看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他没有，那是 P 的那个啦 ，P 的问题。他按上上去的那个按钮，他直接瞬移到你按小爱那一格。那你按这个，你按这个。别个，别六点，好，什么都不知道六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里。这个是不能买，这个是問題第一轮不能买的。对，第一轮不能买。因为我们圈是不能买，你不知道要过第一圈之后才可以开。所以你可以买地啊，你可以买地啦。你过第二，你只要过那个零2000块，你就可以买地了。老皮可以买地了。对，哇，摇一摇，3000块没白花、啊，爽。好，哎、欸，下不来，啊，老皮换你了，好，换我了，好，换我了，1点，1点，1点，哎呀，还是可以领2000块、啊，2点啦，钱啊，先领2000块，4点又是罚款，啊。没有，他好像要缴费。那我先买地啊，买地要多少钱？600块是不是？对，我先放黄色啊，600块。那我给600块吗？对，好，比买了台北。然后地图的那一块就会台北好贵啊，好爽啊。然后地图上面就会标那个、啊、老皮买的那块地的颜色是黄色。真的吗？会标吗？有。看那个地图后面这里，哎、欸，真的好酷哦。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生成的哦，不错，标颜色啊，愿意换你了。
哎、欸，那边好远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现在是最后一个吗？羊毛分层，对啊，那最后一个有四六一二哦，四五，为什么我总是六啊？奇怪，哎、欸，原因要按问号，机会，来来来来，命运，哎、欸，真快，我才没有老皮那样运气那么背，哇、欸，给我们，这是我们的这个。澳门赌，澳门赌神，你好厉害啊！运好厉害，澳门人就是有赌啊。运那个小运换你，耶，六点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不是你都两格算一啊？哪有，明就一格一格算。四，下节。那、啊、你羊毛都没带走，我把羊毛打掉。我忘记砸走台阶。哎呦哎呦！哎，换你，换我啦！哎、欸，都直接略过我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啊，老皮，老皮，老皮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皮。一、二、三，哎，又可以买地了。要买？哎，你又买？哦，你又买呢？一直买，地都给你买就好啦。东京要一直哦，都买贵的呢。要哦，东京。金迪是他、啊、都买贵的呢。愿意换你？他们说我穿你。好，再来。买贵的。伞。又是六，是怎么样？对，这是坏掉了吧？伞到什么问题？他都会掉吧？伞哎、欸，那是你直接打的、哦。都没有交啊！你要交水费。交水费，交完电，对，要交水费，八百块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里面有数据嘞。收费。里面有两个收据，小 M， 嗯，有收据吗？还没收据吗？里面有已经有两个，我还没放进去。嗯，那你就把收据拿给打火机机。那收据是干嘛的、啊？先拿好了，证明你有缴费啊。就、哦、可以扁就对了，就是证明你有缴费啊。哦，这样，啊，小 M 飞过来，小 M 飞过来。啊，交了交了，因为我想看一下他在干嘛。哦，我一个被抛在后面。那飞你要看。我的一千块都用来缴会是怎么样？六点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哎，你们这是甩六点，这是有问题，太奇怪了。这什么东西、啊？你自己运气背。在干嘛？哦，这是要买的人呐、啊，游轮。那不能。游轮。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你不是那个要缴过路费吗？不用吧，没人买啊。没有，没有人买。哦、太扯了吧？他们说我要投资那个做色情。色情资本。等一下，泳装你在干嘛？有，等一下我怎么跑到监狱来了？不要乱按嘛。狱的话要休息，好像没有。你踩两点哦、喔，再踩两点。好、啊，现在下轮到我啦，我可以在边边按吗？可以啊，这边按。啊、哦，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。一点。又来。哎、欸，你要抽问号了。看看。又来啦。抽问号。啊！命运时刻，哎、啊，是假的！哎，赚钱来了，赚这么多！我觉得好像玩到后面，银行会先倒闭、欸。对啊，我也觉得银行会先倒哎、欸。每次玩到后面，银行没钱找。大叔，这个警察局是直接进去吗？对啊，是直接进去啊。哦，就被抓去关了、啊。一点，去监狱就被关起来没有。好，哦，换我。加油啊，加油啊！一，我要交水费了。哎、欸，交水费了、啊。五百块，贵贵耶。等一下，再交两次。我觉得这不是打，不是要大抽税吧？这个叫台湾政府吧？那可恶的银行，可恶可恶，万万岁时代。一倍。又收集了，不要攻击银行好吗？你问你了，为什么要攻击银行啊？你这换老皮，换老皮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你？我没有按啊。哎、欸哦，因为在附近的关系吧。好的。老皮声音断断续续的，对，老皮断断续续。要不要换成 call？ 是那我以为我是，以为是我那个。三四。是谁抠的？拿烟的样子是不是。你们要重抠吗？没有，只有老皮自己在那个、啊。哦，好。哦，只有我在那个。你出去的技能看。好啦，换人，那个乐音换你。
右边。天哪，愿意开挂，真的太。